我在电影《潜行》里面饰演的叫夏薇 Vivian， 我是林正安 George 的太太。这个 Vivian 是一个曾经有抑郁症，但是 George 拯救了我的人生，给予我充分的爱。尹刘亚瑟近年我哋睇过佢嘅《智齿》，有一个好特别嘅表现咯。咁以前我哋亦都喺《失孤》碰过，咁就交咗剧本俾佢，咁佢一睇咗之后，佢又觉得好好。华哥跟我说，如果你想说普通话也 OK 的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剧本，努力一下说广东话可以做到的。你放心啦，快啲啦。我刘亚瑟不是一个会被人左右表演的人，但是华哥说什么我都觉得对，是因为我能从监视器看到他说的是对的。对呀，你要大一点。咁今次佢亦都俾咗呢个角色好多唔同嘅层次啦。我哋每一次嘅眼神嘅接触，每一个拥抱，我觉得都非常深刻。唔知大家会唔会揾到另外一种好似《杨过小龙女》咁样嘅一啲感觉？在这部电影里面，我有被 Vivian 跟 George 之间的爱情感动，也有被 George 跟修的兄弟情所感动。其实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朋友，你都唔系单单净系熟悉嗰个朋友，其实佢嘅 family 都会认识嘅。一嚟佢哋有工作关系啦，二嚟再加埋佢哋真系好多年嘅朋友，而令到我哋两家人好 close。我同阿修嘅家庭同埋林振安同 Vivian 嘅关系，其实都几得意嘅，因为我哋系两 pair 好唔同嘅夫妻。情侶即可能我同阿修會可能會互吉啊，會互打啊。佢哋嗰啲咧就係一個好斯文、好體貼對方、好温柔，係兩種完全唔同嘅夫妻。你信唔信？我係你朋友，信啊！阿修同埋林振安佢哋最尾佢有一個咁樣嘅對立嘅時候，其實 for Maggie 嚟講都幾 surprise 㗎。佢哋嘅朋友關係因為佢哋嘅立場而變得好扭曲。我希望喺呢個戲裏邊透過兩個唔同嘅家庭。看到兩個不同的價值觀，他警察亦都可以為了自己將來，同等地我是一個匪徒，我亦都可以為了我將來，只是我們用的方法價值觀不一樣。嚴格來講，你可以當他是一部家庭片體，不過用一個警匪片的包裝。